是李小曼，今年16岁，出生于一个优渥的家庭，爸爸是知名企业家，在班上成绩优良，人缘极好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爱我的男朋友。你换手机了？哎，那个拍照超好的。欸，真好，你换手机了？你要不要拍一张照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一二三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超赞的。哎，这画质不错哦。其实我有带礼物给你们哦。真的？真的？这么好。英雄啊！谢谢。这个要送你的。好可爱哦！天哪，子萱，这个礼物要给你的，真的吗？谢谢。哎，这我超想要的，这我妈都不买给我哎。哇，这超酷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看到没有，我男朋友又灌来了耶！哎呦，不错嘛。哎，可是我觉得旁边那个比较矮那个啊，比较帅。有吗？我觉得他还好，好不好？有，很帅。我们等一下下课去吃冰，你要跟着去吗？我才不要当你们电灯泡嘞。对，我好。啊，那看球。好，看球最帅了。那你的水给你。放学去吃冰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你的毛巾。哎，我们先走喽。好。拜拜。好。我先。拜拜，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伟嘉，上次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，不过是不是很贵？不会啦，你喜欢就好了。打过来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现在？哦，好吧。怎么了吗？我妈说我急事找我，哎，要我现在回去。今天就先这样。好吧，好吧，拜拜。喂，子萱，刚小曼走了，哎。那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去看电影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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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等一下老地方见哦，拜拜。你这几个月家用都没有给我，开销都我在付，我身上都已经快没钱了，一下子交水电费，一下子找信用卡，女儿的零用钱，这么多开销，我钱是要从哪里啊？讲话啊！反正公司要倒，我们怎么办？反正房子会被查光，随便找小朋友住一住就好了。就跟你要了这么一点点钱，你就跟我说一些有的没的，你叫我跟女儿该怎么过下去啊？要住你自己去住。哇塞，他怎么住这种地方啊？哦，我去看一下好了。哎，喂，
干嘛？啊，对啊。影片？什么影片啊？我还没看呢。破房子？屁啦，他家不是很有钱吗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先过，我要赶快去看。那么穷啊！老外倒十足，穷逼耶！我靠！那住公园比较好。走，我们去凯宇夜市要钱啊！还在这边。哦，住医院啊！我给他纸箱卖回收好了，我家里就纸箱。破完也不错哎，觉得还不错哦。哎，那个网破掉了。哇！千万要捡金甲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在路上看个丑逼。小那个家，小那个家，真有钱。长这样哦，这也叫有钱哦。这是怎样？我看一下，这是国展啊。是不是那种政府会配给那种100多万的人穷逼才会拿到的、啊、东西啊？这个钱，这跟乞丐做有差吗？只是差在，只是差在没摆一个碗嘛。对啊，但是那个碗的差距。这跟这不就是就是一个不锈钢的碗跟一个玻璃的碗。这个它砖头会掉下来砸死路人啊！啊，李小曼，听说你家现在装破公寓哦，这事应该也没关系。李小曼，给我站住！哎，女神在这里，这不是我们小公主吗？你家的财宝去哪里了？我们的小公主，什么时候沦落成这个样子了？站票好吗？他最近不是刚出男朋友，怎么坏？对方怎么还不坏？爱男朋友什么时候来救你？男朋友不就了不起？你叫你不要碰我！你想怎样？对，干屁事！这么早就出事啊？你们在干嘛？雨辰，怎么了吗？我们就有那件事啊。你是来救我对不对？你确定吗？你忘记不是为了他加钱才跟他在一起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对。我就是看上你家的钱，伟成，我们分手吧。少人自以为，你男朋友都不用理。穷。夜市199的也敢出来穿啊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你现在在讲些什么？当初还不是你也见，你还不是他也见的，跟他朋友，他不是有见钱？我不像，然后像我这样，我是真心当做朋友。好笑，真心，真心，真心，大家讲也讲出来、啊。他这个人有什么优点？还不是叫谁？不要讲了，只有夜市199。来个真早啊！哎呦，这么早来。现在10多分车了，哎，连几趟走路都过来的，看三点吧，三点我看你，我喊了都不讲话了，哎，这么早、啊？对，哎，等一下，好像不应该叫他小曼，应该叫你啊，穷逼，啊，真是的，这边你有吗？没有吧，送你啊。哎，姐，小飞叫你，该做乞丐做事啦。哦，没钱，态度还这么嚣张啊！可悲。
小曼，怎么了吗？你还好吗？没事啦。真的吗？有事一定要说。没有啦。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好啦，没事就好。嗯，好。我有事，我先走咯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一个道歉，你要不要说？你要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都没懂，你要去哪里？小曼，这干什么东西？你当真？你别看我！小曼，小曼，你没事吧？你小曼，你疯是不是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吗？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小曼，走开！你没事吧？小安，我们走去某件事。你没事吧？啊？你没事吧？你不觉得小曼这很夸张吗？好啦，没关系啦。我相信他是有他的苦衷的。苦衷？苦衷可以这样乱伤人吗？好，真的没关系，这伤口不大，包一包就好了。伤口包好了，不要，暂时不要碰那个水啊。好，谢谢。出发吧。没事，回去就多擦药。好，乔安，你没事吧？你走开，还不看你又多要干什么好事？不要这样啦！好，小曼没事，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所以乔安，你找我们来代表什么？最近你们也看到小曼她怪怪的吗？嗯。你们明明知道是她家里发生了问题，还这样欺负她。高山也伤成那样，你要帮讲话。就算是这样，他也是无辜的。我觉得你们欠他一个道歉。我就是不想跟他道歉，怎样？哎，我觉得刚乔安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真的应该要跟他道歉。可是我当初拿球砸他，应该不会原谅我。就试试看吧。好吧，走。对不起，直接拿钱丢你。我们不应该听子轩的话这样欺负你。你愿意原谅我们吗？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对你。那我们放学一起去吃饭好不好？可以啊。
那数学讲义写了没啊？数学讲义？对啊，这样检查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超长啊，我都没有写，真是一个崩溃。87分不能再高，最后让我们来倒数，3、2、1。